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王俊凯。首先呢，先祝大家马年龙马精神，马上有钱。然后马上我们的新歌也将发出来了，记得大家要给我们32个赞哦。今天广州天气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早饭好不好吃呢？好吃。好。好。王源爱不爱呢？二。不二。谢谢大家送给我的中考祝福，你们的祝福我都看到了。四叶草家族最棒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也欢迎大家多多到我们的粉丝俱乐部里面来玩，我们会经常在里面跟大家互动的，大家一起加油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，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资讯和幕后花絮，就关注 CCTV 厦门中国强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吧。厦门中国强加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欢迎关注 CCTV 一少年中国强的官方微信，这里有少年中国强的最新节目资讯和独家幕后花絮，这里还有 TFBOYS 仅此一家的语音留言。你还等什么？赶紧和 TFBOYS 一起向少年中国强的神奇世界进发！你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萌萌的夏天，我们在台湾过暑假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小偶转达？因为我们在享受台湾风景和美食哦。现在我们就要去 happy 啦，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听说官微小少最近又发起了一个活动，活动是什么呢？关注少年中国强的官方微信和微博，你就知道啦。听说活动中的奖品有我们 TFBOYS 签名海报、签名照送出哦，赶紧来参加吧！开始。南都娱乐周刊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我们在年代秀的现场，我们的新专辑呢也要发行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也要支持南都娱乐周刊哦。耶、yeah. ！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我们是 TFBOYS， 距离头像已经开播还有5天了，你一定要看，不看的话你会后悔的，哈。我们在偶像手机，在这里。有许多才智惊人的能量少年展示中国少年的风貌，在这里有成长专家科学小虎队为我们的成长保驾护航，在这里为你呈现最震撼的视听享受和最真挚的少年世界。10点半，央视一套和 TFBOYS 一起少年中国强。嗨，小伙伴，你们都开学了吧？我在台湾看了海，然后买了菜，还逛了夜市。TFBOYS 偶像手机距离播出还有1天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陪着我们一起看，也希望我们能够陪着你一起开心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王源。唉，谁不知道你是王源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哥王俊凯。好有意思。哎，王源，我们多久没给大家发微信了？其实也不是很久吧，但是我觉得过了好久。总之呢。以后我们每周都会在微信里跟大家问好的。那我就跟大哥去训练咯。 OK 啊，那我们下周见吧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天天见啊？哼，这个傻子。今天我们在录男字，然后呢，所以工作人员我们都非常辛苦啊。今天中午吃饭呢，我吃的是茄子，然后千玺，你吃的什么？这酸爽，大家应该猜得出来吧？这就是这个东西是。啊，现在采访王源，王源，请问你吃的是什么呢？吃的是饭。其实王源正在玩游戏，不管他。好，就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。易烊千玺。哦，然后说点什么好呢？今天天气真的不太好。听说重庆几天都是太阳了，但是我的心情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我穿着军装，觉得自己萌萌哒。这样，机会难得。Hello， 你有一封新的短信。起床啦，起床啦，太阳晒屁股了。就这样吧。有缘江湖再见哦。哎，我发现北京真的比重庆人好多啊，不过也还好吧。其实我觉得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耐人哎。我周围的北方人很早就把棉衣穿上了，但是我还没有穿秋裤哦。不过现在穿了，大家别担心。我也穿了。嗯，冬天空气也要干燥一些，
大家多穿衣服多喝水啊，别感冒就对了。嗯，大哥的话你们听不听？还有呢，昨天我们在北京遇到了好多前辈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特别开心，还是要谢谢你们，我们知道最近大家特别拼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总之身体重要，希望我们都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，下次见喽。大家好，我是 Gary， 我是男生人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玩得很嗨，有没有啊？嗨嗨了。这期够的主题呢就是你嗨啊，你好烦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剧透一下，现在我手里有只玫瑰，我也有，哎，就送给在听我说话的你妈妈，我也送给你嘛。哎，你能不能不学我？哎，我要你管。好，这现在是练耳熟啊，耳朵鬼啊，开始学长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是老师也吧？对。好啊，总之这期节目很精彩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既然我的妈妈怎么发话了，就给我好期待一下，听到没有啊？哎。大家好。现在是2015年的第一天早晨，大家应该很期待我们晚会里上场的部分了吧？我们的表现嘛，我猜今晚你们看了一定会是好的，你俩说是不是啊？那当然。哎，清醒，你说话。我实在说不出口。哎，说不出就唱吧，对不对？好。新年好啊，新年好啊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。祝福大家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，耶！